好好好，我先打，我爸要不要来好了？不错吧？喂，嘿，嘿，父亲，怎么样？我问你哦，你27号礼拜五有空吗？有啊。下午吗？还是晚上？下午。哦，你想来老屋吃饭吗？啊，那怎么去吃啊？一个人啊？嗯，不，你可以带一个人。哦。哎，你跟自由来要不要？那小孩子在看。对对，我也是在想这个问题。那不去的可以吗？也可以，你可以拒绝的，可以。我会有点奇怪，我不自在。哦，好吧，好吧。好不好？好，啊，再见。好，拜拜。第一通就失败了，怎么办？还是可以不要邀人。对，贺军翔。有。喂。你在干嘛？这个。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怎么打给我？你在干嘛？不是，你怎么打给我？你告诉我。你27号礼拜五那个下午有没有空？我想要邀你来吃饭。是啦，我现在不敢去啦。为什么？疫情啊，我。啊。好好。好吧，也是，我是不怕，因为我是确诊过，所以还好。对啊。哎、欸，请问是这个甲乙时日的这个那个？我在拍杂志啊。哦，你在拍杂志？你想你27号礼拜五有没有空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我想要。你要干嘛？我想要邀你吃饭。啊，怪怪的。不是。你休想。他不会怎么样。还是你想要来当帮忙？你到底要干嘛？你先看，你先看有没有空。好，好好好，再会你。好的，好的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待会我老婆了。喂 ，Hello。怎么了？你27号礼拜五晚上，下午有空吗？怎么了？你会想来老屋吃饭吗？我吗？对啊。在邀请我吗？嗯，你刚刚原本也有想邀请你妈，但是那个觉得很奇怪，所以我问你，可以吗？我可以去吗？可以啊，我邀请你啊，你有空吗？好啊。你还可以，是他可以带一朋友，你也可以。所以你不是只想要邀请我？我想，其实我是比较想邀请你的朋友，越漂亮越好，是这样吗？神经病了，我就要邀请你了。哦，我想要吃那个元浩哥的红酒炖牛肉。哦，好好好，嗯，好，拜拜拜，没有了，差不多就这样了，没有想要约的，对，我还是约少一点的就好，不要太多。你现在确定的有谁？自由。对啊，那这样你那一座 VIP 可能就太一个人。啊，会很凄凉哎，会不会？会很凄凉，如果陪谁的朋友比较多，借就是借过来一些。对。很困扰哎，选谁啊？我觉得经过这一段时间，球队都来了，我们老屋现在应该应付得了。多少人吧？我觉得我可以先找我们车队，车队小朋友，我们车队小朋友差不多10个吧。哎，上次我有一个朋友想要打电话包场，包我们的场，包我们的场，还是我可以邀请他们来，再找美人姐来，我好好的跟他聊聊。但是我会不会一次如果我邀请20个人，然后就被骂？这也是蛮有可能的。他们就说：“浩哥，你的白痴哦，我们哪做得来啊？”对，因为这他们都是我这阵子在我身边帮助过我的人。这个约了没约那个又不对，这个约了那个又不对。然后你看，如果我约了我们那个节目的 team 来，你看约这个那个都没来，然后这个那个也没来，然后那边阿布拉猫全部又一起来的话，已经一台8次了。然后这边又一台8次，那可能只能用8次来接。我要邀请几台，可能4台吧。哎，不能让我回去把名单好好写好。好，我想一下啦。哦，这个很难呢。看节目给你超多笑料，看我给你一桌好料，来吧！营业中推出美味的料理，
每一道食材都是精挑细选，慢慢洗呀、挑啊、切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现在只要一根手指头就可以享受到一整桌的老屋精选名菜，而且直送到你家餐桌，就跟到店里吃一样。别让你的口水白流，赶快上时尚玩家购物网去买哦！好吃，超好吃！你看爆浆了，哇！